啊，所以这叫慈悲。佛菩萨并不希望众生受尽果报，菩萨不会让我们要吃苦头的。菩萨总是想办法把我们救度，总是把我们希望能够啊改变啊，让我们不要承受这个果啊啊。菩萨怎么样能够帮助我们？ 不把这个果来呢？你们一定很想听吧？对不对啊？不是菩萨不让你们这个果来，而是你要知道自己的错，你要学会忏悔，你才能不让这个果成熟啊！师不今天透露一个天机给你们听听。 为什么有的人马上就有果报出来？人家说报应马上就到，而有些人为什么报应就晚来了？这个就是说，当你自己做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知错了，你跪在菩萨面前忏悔了，你这这个恶的因缘。 就慢慢的成熟，不是一下子成熟的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啊，啊，是慢慢成熟。菩萨是用善巧方便，让我们自己来认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，来忏悔自己的恶行、恶念，啊。 用方便善巧的方法，让众生不要犯恶，不要损害他人。万一你损害他人，要马上忏悔，让这个恶果不要成熟。你永远不再做这件恶事了。这个恶果虽然还在。 但是他只要不成熟，他就不会报。大家听懂了吗？如果你今天这个恶不去忏悔，而且继续去做这个恶，你很快的就恶有恶报，恶行很快就会成熟受报。所以，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。 你看，菩萨做任何一件事情，总是考虑到后果。哎呦，这件事情不能做，做了之后会不会有果啊？菩萨是为因的，众生呢？哎呀，有利益了，这件事情赶快做，先去做吧。做了之后果来了，哎呦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所以菩萨为因，众生为果呀。这众生就是没有啊智慧呀，没有智慧。